欢迎来临三藩市。在你展开愉快的旅程之前，我们想提醒你一些安全的事项。安全泊车，泊车后请不要把任何财物留在车厢内。观光景点时，请把财物随身携带，无论是珠宝、护照或行李，都不要将它们留在车厢内。护照及个人物品应随身携带，亦先把行李寄存在酒店内。依照这些安全指引，可让你行程安心愉快。如有需要，请随时向我们的警员联络。祝你旅程愉快。